经不对劲。我刚以为他在说波多野结衣，我想说干嘛突然好色哦，这一你的你的脑子是不是都很不是的优？看吧，你的优先级，你看吧，我说他有问题，就是你看吧。你看吧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人脑子就装这些，你看吧，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聊天室，你帮我说说话。聊天室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块啦。聊天室，聊天室表示绝对是你的问题，对吧？聊天室对不对？你们有想到吗？没有，零零零。看聊天室这么糟糕都没想到，可见你多糟糕。跟不对劲，不是很像吗？差很多，不是，不是。不对劲耶，不多也接对。下一秒有那是有点远。下一秒米基才在我这边说什么色情观察员，我就会那个被影响。OK， 你又要你又要怪到别人身上。对，我就是要、okay. 我就是要不断的那叫什么责任推卸责任。好扯，这个很夸张。OK。